这一关就难了呀。啊，初始阳光999，僵尸也都挺厉害的，哪里难了？你看，二楼有个田鼠，只能从二楼开始打。啊？啊？哦，这，好家伙！双粘米粘住，双苹果眩晕，后面还有冰瓜减速，机枪输出。Oh no！ 擦，压根儿走不动。放下路不就好了吗？下路是吧？四路好打，打四路。打四路是吧？光明叫悬疑反击战，经过100失败后，算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了。突击思路，放巨人，其他的普将都要替巨人挡上。把巨人打出内伤后，他会放出小鬼，遍地雷，吃糯米。哦，真不容易啊，总算是能走了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橄榄配合电磁盾推五路，OK， 最难的来了。目前阳光只有874，二路田鼠在，只能从二路开打。直接一股脑的放，来了。好家伙，居然直接被碾死了。